芒果自然会掉吧。屏东来一乡除了产地最大的芒果，在地传统主食芋头杂粮，还有最近非常热门的友善农耕蔬菜以及咖啡，乡公所为了重新整合农业产业，召开盐商座谈。公所做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平台，这样子让我们那个小农有没有可以有那个平台可以做销路，一季一季他们是属于哪一个量比较多，按你再把那个就是那一季的所谓的农作物，也是帮我们像你这样子做一定的销售。部落农特产品行销及通路一直是部落长期以来面临的主要课题，另外耕地不足也是造成产量无法提升的困境。公共造场地后会有假象，还是有啊，就叫忘架啦，火炉是农用假象是有啊，我想这个应该是尽量好大家来使用公共造场后，能不能你们考量啊，然后以我们地区，比方说我们一般是在附近哪一块地好，望家是到哪一块地，或是这边哪一靠哪一块地可以去承租，更进一步的来帮助我们小农，帮助我们的农民，让他们的品质更好，让他们的受益啊，收获能够更多。除了土地的问题，部落小农也希望引进现代农业技术，包含田间管理、农产加工以及产品行销。乡公所希望广集大家意见，让小农得到实质帮助。原新闻巴朗，屏东来意，抢不到。